セクフもやりにますぐーにょにょにぐーにょにょにぐーぐーぐーすぐーセクフもやりにますぐーにょにょに。阿爸说过，生活就像一杯白酒，在浓烈的火辣过后，总会有一份是属于你自己的醇香。我叫阿嘎，我的家就在琼海边上，这里有美丽的湿地，有盛开的索马花，有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，还有我最爱最爱的两个人，我的阿爸以及我的安妮。光如纸的夜晚啊，寂寞的途中。 Hello， 小朋友，我送你一个礼物，你喜欢吗？蜗牛在搬家呢，你吵着他们了。我告诉你，回头可别找我要了，好吧？我叫安妮。支教长，那个安妮来了。谁来了？哎，就是那个支教老师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英语老师，我叫安妮。同学们，我是怎么教你们的？没事没事，啊。同学们，老师给你们带来了礼物，你们喜欢吗？快来，一个一个的来，喜欢吗？好，也送你一个。阿嘎，老师，我知道这是安妮老师带给你的礼物，你留下吧。同学们，礼物收下了没有啊？收了。走，上体育课去。慢点。走了。小雨老师，等一会儿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个孩子好像很另类，他怎么了？阿嘎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见他能看到蜗牛呀。不是看见，是听见。阿嘎是个盲女。盲女。安妮老师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快进来吧。也不知道你多久来，这房子吧都没帮你收拾好。没关系的，这不是订好的吗？你拿着，我来帮你收拾。哦，谢谢。安妮老师，我们这儿条件啊不像大城市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待习惯。没问题吧？我很喜欢这里，孩子们超级可爱。那你打算在这待多久啊？啊，我只能待3个月，我的执照是期限的。啊，对，小雨，你知道哪儿能买到盲人专用的玩具吗？是老师，因为同学不会向我咳嗽。对不起。来，老师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想。好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盲人专用的文具，送给你了。谢谢老师，可是我不会写盲文，学校的老师也不会。念大学的时候，我担任过盲人学校的义工，我学过一些盲文。你可以教我？可以呀，你叫阿嘎，对吧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先学习怎么写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笔你握住了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写。安妮就这样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她是个快乐而善良的大姐姐。她的家在千山万水以外的美国。她是来西昌支教的，支教的期限是3个月。这是你们班上的花名册。哦，谢谢校长。我知道小雨一直想离开，虽然这里是她出生和生长的地方。琼海这么美，她为什么要离开？她只有18岁，当我18岁的时候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那她是学校的唯一的英语老师吗？是的，你来了她就有了离开孩子们的理由了。安妮老师，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，孩子们的英语课程就拜托给你了。姐，真要走了，又舍不得了是吗？没事儿，你不是跟姐姐说过吗？山鹰飞得高，目光才看得远。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是好事儿。我知道，可真要离开这儿了，我怎么又迈不出这双腿呢？没事儿。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走吧，姐姐送你去车站。阿嘎真的很希望你能早点回来。阿嘎，我们拉钩，我答应你一定会很快回来的。安妮来了，小雨姐姐走了，她去了南方。她说山鹰飞得高，目光无限。小雨姐姐也想和山鹰一样飞行，她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阿嘎，安妮老师，你确定要参加明天的半期考试吗？嗯，因为我抄写了盲文教材，我终于可以参加考试了。嗯，那以前老师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单独对你进行考试？嗯，那你明天一定要加油哦。加油。Good morning. Can I help you? 老板娘，你们这里有没有盲人写字板？哇，你普通话可真好。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。我来中国已经5年多。嗯。
你们有没有那个盲人写字板？你运气可真好，还有最后一套了。太好了，我已经跑遍整座城了，就是没有卖的。来，老板，这是盲人写字板吗？是。我要一套。不好意思，这最后一套了，这位小姐已经要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给我吧，我有急用。来，老板，这。先生，那套文具是我先要的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真有急用。没有急用，谁会一大早来买呀？你还给我，是我先看中的。我这对不起。先生，找你零钱。嘿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吧！这人怎么回事儿？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校长，对不起，阿嘎今天又没法考试了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文具，结果被一个不讲礼貌的男人给现埋。阿嘎的姑姑在他考试之前就送来了文具。嘿，大嫂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采菱。那我也下水跟你们一起采，好吧？不行，你没有我们这种裤子。那你借我一条穿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哦，大嫂，求求你，我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玩，看起来特别有意思。安妮喜欢画画，不上课的时候，她总是带着画夹四处行走。在琼海，一切都让她感到惊喜。哎，好了，我就先走了，家里还要给杨洗澡了。好，下回请你喝酒啊。不必了，大家都邻居。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啊！再见啊！吃东西你不吃，把自己瘦成这样子了啊！还有富铁，你到处乱跑，把自己给跑丢了，害得我们到处找你啊！你们好好向富铁学习，他能吃能喝能睡，把自己养得胖胖的啊！辣伯叔叔，那只小羊羔物质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只小羊羔物质不见了。物质不见了？嗯。不是，小家伙。
小宝贝。对不起啊，要是故意做出来这么丢脸的事，拍照无耻的，怎么，怎么，你这一个小宝贝，你这个流氓，你这个大笨蛋，流氓，色狼，小姐，你误会了。我的羊丢了，我在找我的羊，我无意冒犯你。还有，我既不是色狼，也不是流氓。对不起。等一下，那你不是色狼的话，我刚刚打你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我们彝族男人从来不打女人。等一下。等我，服务长，等我一下，等我。服务长，你在哪儿？停下来，服务长，停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件事儿，我也许真的误会你了。天哪，我还把给你打伤了，好尴尬。哎，我叫安妮·瓦拉迪，我来自美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My name is Jim Labo. Nice to meet you too. 你的英语好棒啊！ So so. 挺好的。吴志，你刚才说你的羊过了是吗？是。哦，那这样吧，刚才是我错了。我帮你整理的羊，找到的话，我们俩就两清了 ，OK 吗？好吧。OK。无耻！无耻！无耻！不不不不不不，不叫无耻，无知。啊！无耻！啊！无知！到底是无耻还是？我都受你影响了。物质，物质。物质，物质，物质。拉布先生，我听到了奈的声音，是不是物质？真是。赶紧，没电吗？啊，你看，你看。物质。终于找到了，走。好。你看，他的腿可能受伤了，我下去把他救上来。不要不要，我去。怎么可能？别争了，你有点疼，疼了。好。你帮我牵着，一会儿帮我拉上。好，小心。这个太危险了吧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，没事吧？我这，我这，你没事吧？拿这个，邂逅发生在浪漫而唯美的琼海边上，却充满了误会与尴尬的桥段。
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200块。能不能？是你呀、啊？要吗？要。既然我们是熟人，可不可以打个折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从来不讲价。你还挺酷的。哎，不打折就不打折吧，给我包起来。好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是。这家店是你开的吗？是。今天你吃晚饭了吗？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看起来又笨又有钱。你错了，我没钱。当然，我没觉得自己笨。反正不会跟你一起吃饭的。我说过我要和你一起吃饭吗？所以呢，我才说你很笨呢。你为什么到这玩意儿要让我请你吃饭？因为你买走了我想要买的东西。啊？就为这个？那当然不是了。真正的理由是，我喜欢你的眼睛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眼神。这个土豆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作物，减肥，你们女孩都爱吃的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你的脸都红了。你们彝族男人都这么含蓄吗？哎，牛肉，这牛肉不错，很好，很好吃，很嫩，很好吃的。来，我也按下。我们俩算是朋友了吧？我还不习惯和女孩交朋友。那这就是第一次吧。好吧。那店里看到的那些银器作品，都是你亲手做的吗？是，全是我做的。哇，它们真美，你真了不起。谢谢，过奖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银匠而已。我在美国的一间博物馆里，曾经看到过一幅彝族的银器作品，它的名字叫火图腾。啊，火图腾。对对对，啊，那是一套美得惊心动魄的银饰，它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可惜的是，那是一套残缺的作品。你对中国文化还了解不少。是的，火图腾已经失传了很久，现存仅有几件，但都是残品。残缺之物尚且如此令人震撼，我真的很想知道完整的版本会是什么样的。是，我也想知道。或许正是火图腾之美，引领我来到东方，来到琼海，认识了你。来，我们按照彝族的方式干一碗。阿腾，我们彝族没有干一碗这一说，而是喝转转酒，因为喝转转酒是一种很文明的喝法。你从一碗酒可以完全了解我们民族。哎，这个有意思。什么叫转转酒？转转酒是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他一口，这样抿着喝，切记不能大口喝下去，那多不卫生啊！不，这是我们祖辈的传统，但现在有些年轻人还是用大碗喝酒。你们喝酒都有这么多的讲究？当然。来，我们用彝族的方式喝一碗转转酒，好吧？好的。好。先给您试碗。同学们，早上好，请坐。
阿嘎，站起来。老师记得学校有规定，不允许带零食到教室里来。老师要处罚你的，这节课你就站着上吧。安妮老师，东西不是阿嘎带来的，是我们带来的。对，我们都有份。还挺仗义的，看到阿嘎有受惩罚，就要帮他分担，是不是？老师有没有说过，犯错不要紧，撒谎就罪加一等哦？安妮老师，他们没有撒谎，这种东西是我们带来的，因为今天是阿嘎的生日。我们祝阿嘎同学生日快乐吧！生日快乐！孩子们的友爱与善良太让我感动了。阿嘎的每一个生日啊，班级的同学都会为他庆祝。那每个小孩的生日都是这样的吗？是的。安妮老师，哎，阿嘎，你怎么了？几点了呀？你有什么事了吗？今天阿爸说不带我去城里吃肯德基呢。那你的阿爸应该快来见你了吧？嗯，老师对您记得，好不好？好。肯定在忙别的事儿，耽误了。这样吧，老师给你做三明治，试试老师的手艺，怎么样？不，我想等我阿爸。现在已经快九点了，就算你的阿爸刚来，也来不及去城里了。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家里，说不定你的阿爸就在家呢。阿爸，我阿爸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阿爸，阿爸，你终于来了！阿爸，阿爸，你终于来了！怎么不是你呢？他是一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对孩子要永远说信用。安老师，对不起。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应该跟阿嘎说对不起。他饿着肚子傻傻的等了你好几个小时，都是为了你的一个轻率的承诺。不好意思。做梦都没想到，阿嘎的父亲竟然是你。父亲。这个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因为你太不成熟，你的行为也太不靠谱了。安妮老师，今天晚上这个事儿，有必要生那么大气吗？我早就想去阿嘎的家里家访，我想知道，你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一个盲人的学校里去？你还把他送到一个正常人的学校里去？你知道他有多不适应吗？是。他在努力让自己像正常的孩子一样，可是他做不到。他做得到。阿嘎，阿爸为你唱首歌，你弥补今天的迟到好吗？好。他芝麻，他傻吗？咕咕咕哩数一个，数不数擦落落。他芝麻，他什么？阿木木只吃一口，阿他就那么。阿甘。安妮老师，你是不是又在看蜗牛放假呢？不，今天蜗牛搬完家了。我现在正在看小鱼搬家呢。是吗？哦，太棒了！这样吧，老师也陪你一起看呐。小鱼们，你们的新家怎么样啊？老师，轻点，别吵着小鱼他们了。哦，
老师对不起你，老师错了。这样吧，老师给你一个补偿好吗？嗯。哎，你的手拿好。好听吗？对了，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 MP3， MP3 是一个可以听音乐的小机器，这是老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对了，我阿爸说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。那阿尼老师也不是外人呢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而已。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。可是安妮老师，我阿爸说我不。阿盖，老师知道你是一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，老师也不想为难你了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老师的礼物你先还是收了吧，然后这件事我们先不告诉你的阿爸。嗯，老师改天去找你的阿妈，跟她商量商量这件事好吧。阿妈？对呀，你的爸爸不让你收老师的礼物，那老师得去做你阿妈的工作喽。我没有阿妈。什么？你没有妈妈？哎，姐，我觉得今年火把节最佳歌手啊，非你莫属。比赛年年如此，缺点心意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呀？这个想法想了很久了，是这样，我想用以彝语、英文还有汉语来演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耶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Come in， 没锁门。Hello。Hello， 你是？我是阿嘎的姑姑，我叫曲薇。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，安妮老师。其实是这样，我是来请求你帮助的。请说。是这样的，我这有一个歌词，我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英文，可以吗？我先看看试试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安妮老师，其实我是来向你道谢的，你对我们阿嘎太周到了。没关系的。我是很喜欢阿嘎。阿嘎的身世虽然坎坷，但是遇到的都是你们这样的好人。他是个有福分的孩子。他是有缺陷，有摊上了一个这么离谱的父亲。拉伯是你的哥哥吗？是的。阿叶老师，你其实不知道，最离谱的不是他的父亲，而是他的生父生母。他的生父不是拉伯吗？那他的父母在哪儿呢？安妮从姑姑那里得知，我是被阿爸收养的弃儿。其实，阿爸还没有结婚。阿爸发誓要治好我的眼睛。原来不去盲人学校是这个缘故。是的，哥哥觉得阿嘎迟早会恢复光明的，在心理上，他希望他像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。嗯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安妮老师，你不知道，我哥哥为了阿嘎，放弃了去欧洲留学的机会。拉伯，他不是银江吗？我哥哥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的，他开办仪器作坊是为了尽快攒够手术费，给阿凯治病。但是眼角供体很珍贵，其实我们一家人都等了很久很久了。跟我抢玩具也是为了阿爸。安妮明白了，他误解了我的阿爸。沉默寡言的拉伯，其实有着一颗善良的心。曲薇姑姑的开朗和健谈，也让安妮在琼海找到了知音。阿爸阿爸，安妮老师来了。啊，伯母好。伯母好，快坐。坐。你们的房子很有民族味道。我们的彝族的房子是古城砌成的，冬暖夏凉，地面是堂屋。啊，哥哥，你把你的沉甸甸酿的贡献出来了。那是，这珍藏了好几年的老酒哎。今天我们一起喝一下。来，别客气啊。安妮老师，你不要客气。来，把酒倒上。来。拉伯，这是上次受伤的那只小羊吗？是，
你还记得？怎么能不记得？现在已经好多了。能看出来。来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好。哎，那屋子里是什么呢？那是我的工作室。我可以参观吗？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这有什么保密的？我哥的这间密室啊，谁都不让进，就连阿嘎都不行。让我猜猜，拉伯在里面藏着什么呢？是外星人？是木乃伊？还是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女？安妮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会爱上一个叫做穷海的地方。阿爸说过，生命充满了巧合，哪怕是两条平行线，也会有相交的那一天。安妮，哦，校长，这是你要的教案。哇，好漂亮的婚纱，这是你的礼服？是的，是我的未婚夫为我挑选的。你真是个幸福的女人。曾经，我也以为自己很幸福。中国有一个成语，朝三暮四。跟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在一起，怎么会幸福呢？一个好东西，味道还不错呀。好东西需要分享，我特意为你带了包，趁热吃。谢谢，不用了，我吃够了。
你一定要对我这么冷淡吗？无功不受禄。你帮我找回了画家，我难道不应该感谢你吗？你说我没信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。当当，你看，铁证如山。这是我们彝族男人都有这样一个戒指。嗯，不对吧？这上面还有你的店招，你这家银饰坊的 logo。我这儿的顾客很多。那你的戒指呢？大小刚刚合适，滴水之恩，没事相报。你快吃吧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这两天是雨季，雨水很多，你就不要去画画了，赶紧回学校吧。同学们，明天的春游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好好好，安静一下。明天我们还需要一位男士来帮忙负重。阿嘎，你回去告诉你的阿爸，老师邀请他作为家长的代表参加我们的春游，好吗？好。我宣布采蘑菇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这个蘑菇不能摘，阿爸说过，这个蘑菇有毒，吃了就会死人的。蜡伯，你输定了。胜负未分，言之过早。我宣布，阿妮老师队胜。
孩子们喝汤啦！我们过完江以后，下一个项目烧烤大会。好，走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拉布，你帮我看一下孩子们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好，我们边吃边唱歌，好不好？有什么最好听的歌曲？听拉布叔叔的话呀。叮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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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丽，别动啊！阿丽，阿丽，你怎么？阿丽，不是，别动！我的肚子好痛！你吃什么东西？我吃了那个花蘑菇。这毒蘑菇！阿丽，阿丽，阿丽。看起来都特别好吃，那是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勤工俭学，办个烧烤店，生意太棒了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大老板。是，我们有可以吃的了。好啊。阿强，四川第一位。我连什么地方都想去。太咸了。不可能。不信你自己尝尝。怎么样？蛮好吃。你要骗谁呀？就是我把盐当味精多放一次。你看看，按你不知道，生平第一次我有了心事。你看多补啊！我喜欢安妮，可是我不喜欢阿爸也喜欢安妮，因为我害怕安妮会带走我的阿爸。美国在哪里？是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吧？遥远到，假如阿爸去了那里，也许。我会一辈子都见不到他。这幅画是我的家乡，小的时候我经常在这里荡秋千。阿爸，你能陪我写作业吗？乖乖，你先写着，阿爸等会儿过来啊。我给你看个好东西，来。当当当当。哇哦。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吧？这个地方好像见过。还碰到过一个落汤鸡，你能不能有点情趣？阿爸，能把窗户关上吗？我觉得有点冷。怎么会觉得冷呢？没事啊，别闹了啊，好好继续写作业啊，乖。这个不错。这个我还没完成，完成了以后会更漂亮。到时候我送给你。哦，天哪！
你没受伤吧？我叫你关上门，你不关，我就自己关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坐下。话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在这里稍微破了一点儿。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嗯，没事，只是被钉子扎了一下。我看看。嗯。哎呦，流血了！待会带你去冲一下水。啊，好啊。阿哥，别怕，老师马上就回来。这就是捣乱。阿嘎呢？阿嘎！你在哪儿啊？爸爸。阿哥。哦，对。阿哥。阿哥。爸爸。阿哥。是我。是我。阿哥，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别别别，你呢？哎，我扶起。站住！阿哥，阿哥，不行，送医院！快快快！阿哥，阿哥，大夫。已经中毒很深了，你们家属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。那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蛇毒解药吗？这种蛇毒十分的罕见，目前没有解毒药。大夫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我请你不要放弃，救救我的孩子。你知道日医吗？日医？你说的是黄文草？对，就这种草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好试试了。好，我去找。我帮你去找。安妮，把手给我。我这个太高了。坚持住。安妮，疼。好像可以了。拉布，你见过黄蜂草吗？小时候见过。但这种草是长在金丝楠木附近。那它长得是什么样的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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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的脚，我的脚，你们伤了。我不行，别管我，你去吃还魂草，救阿嘎更要紧。不行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这儿。这样，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找他。伤这样了，怎么去啊？我给你拿拐杖。等，我不要拐杖。不要拐杖，轮椅。你真笨。我要你背。背？这儿那么多人，怎么背啊？你不要背是不是？那好，那我就不走了。别。婆婆妈妈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听到这三个字，我想听到的是另外的三个字。你还装？哎，你给我正经点，不让我生气了。难能过？你是在说你爱我吗？你们彝族男人的感情都这么传统和内敛吗？反正我告诉你，亲我们也亲过，背也背过，刚才你还向我表白啊，以后你就是我自己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负责任？你先把你那张黑脸洗干净再负责任吧。好啊。哎，我的脸脏吗？那快点，我要洗脸去。洗吧洗吧。我吓人了。这个好玩呀。我们再来一卷好吧。哎，徐瑞，美女，你小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哎，阿哥在哪里？我去看他。阿哥刚吃完药已经睡下了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别打扰他。徐瑞，阿爸阿妈呢？阿爸阿妈一大早去市场了，去买点东西，说给阿嘎补补身子。哥哥慢点。小心。OK， 没事。你歇会儿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好。红彤彤的苹果非常的甜。来不？在那里头到底是什么呢？保密。我们的关系都这样了，还保密吗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的。好的，倒计时十五天。什么十五天？十五天以后我的治疗期限就满了，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你会让我进去吗？
拉布。哎。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？说吧。我快要结婚了。但是我的未婚夫他深深地伤害了我，他不止一次发生过一夜情，他向我保证他不会了，可是我来到这儿以后发现他改变不了。你们婚约还没有解除，但是他一直爱着你。他爱不爱我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伤害。曼莲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是个懦夫。曼莲，曼莲。在感情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要走一条自己鉴定了的路，哪怕是粉身碎骨。爱一个人是要保护到周全，难道必须粉身碎骨吗？拉布，我们都不要尝试说服对方，我们跟随爱神的脚步，听凭命运的安排，好吗？新舞蹈，你帮我们看看效果呗。嗯，好的，可以。来，好的，拜拜，站好。OK， 音乐。
混点出息。安妮，这个逃兵就交给你处置了啊。好。哎，女一号没来，怎么排啊？拉伯，你有时间吗？你为什么躲着我？啊？我没有啊。每次去找你，你都避而不见。我再是个傻瓜，也看得出来。不想见到我。就算是朋友，也不一定常常见面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是。可是，我不想做你的朋友。坚决不会同意的。你想一想啊，麦子跟燕麦怎么能够成为一家呢？麦子是麦子，燕麦是燕麦，燕麦跟麦子放在一起，成何体统啊？阿妈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是不会让我的儿子跟一个异国女子去离乡背井。我们家攀亲戚，再攀也不会攀到美国去。你们是不是也太老古板了？谁说哥哥跟安妮在一起就一定要定居美国？咱们就不可以让他留在这儿吗？去去去，小孩子家懂什么懂？握着拳头能爬树吗？你拿什么理由说服我？难道千年的传统就不要了吗？拉伯，阿妈晓得你长大了想要有一双自由的翅膀，但是阿妈还是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传统。阿妈，你放心。哎，我是那个小小的告密者，不出所料，爷爷奶奶与我心意相通，安妮与阿爸的爱情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，只有曲薇姑姑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。晚上走夜路不安全，你还是早点回学校去吧。你看这个天那么黑，一个姑娘家里走夜路还真不放心，要不咱们去送送她。怎么送？我们悄悄地跟在她后面，看她安全到了学校
咱们就回来嘛。哎，你倒是听我讲话没有？不就是送人吗？我去拿电筒。去阿嘎家里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接到省医院刘医生打来的电话，有一个车祸重伤患者，他指明要把眼角膜捐给阿嘎。真的？是的。我和阿爸，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，仿佛经过了漫长的黑夜，清晨的阳光一点一点地将我唤醒。姑娘，伸开眼睛看一看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般配。什么呢？我画我家呢。阿爸。哎，阿哥，小何，你怎么了？大伯。找我有事吗？是有事儿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外面谈吧。好。小何，你找我是不是小雨的事儿？他是不是回来了？小雨，小雨他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小雨给我发了封邮件，他说离开了才知道自己离不开的是什么。小雨他已经买好了车票，就在去车站的路上。
小雨就这样走了，救下了那三个孩子。小雨临终前嘱托我，他说一定要把眼角膜捐献给阿嘎，他说要让阿嘎用上安妮老师送给孩子们的水彩笔，他说要让阿嘎替他看看美丽的琼海，美丽的故土。今夜天是星光灿烂，今夜地上灯火辉煌，今夜我们注定无眠，欢歌笑语还到天亮。山也很清，水也很小，宅上风筝如此多娇，风儿轻轻，明月高照，让我们把热情燃烧。月儿圈起来，多的心里话想说，为何我如此颓废难受，我依然还在原地停留，希望你可以为我回首。说了再多也不过只是强求，你让我放开手让你走，为什么你会如此执着，不愿回头爱覆水难收。阿年，你真的要走？是的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你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吗？有。你走了，孩子们的英语课就落下了。现在英文老师已经到任了。那婚礼呢？没有婚礼，我早就想得很清楚，婚姻这东西宁缺毋滥。你真的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吗？阿伯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美国吗？我想，我一定会带阿嘎去看你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爱我吗？安妮，这你知道的。不，我要你亲口说出来。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们俩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拿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，我的心。对不起。好的，我真的走了。这样吧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转身离开。一、二、三。
来到安妮写生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仿佛听见湖水哭泣的声音。他一直以为湖泊是最坚强的，没想到他哭得最厉害。人在哭泣的时候，你只需要给他一包纸巾，一个肩膀。可是湖泊哭，你需要更多更多的安慰。又是一年过去了，我们迎来了新的火把节。在这个节日里，阿爸打开了神秘的房间，给了大家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这些年来，阿爸一直为之而努力，他终于成功了。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图腾，我们彝族古老而文明的象征，今天终于复活了。阿伯，好样的！阿伯，你给大伙儿说点什么吧。此时此刻，你一定是最激动的。对呀，阿伯，给大伙儿说点什么？说点什么？阿伯那天没能参加你的生日，是因为忙碌。阿爸对不起你。阿爸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阿爸。阿伯，这是你的作品，就由你挑选一位模特试戴这套火图腾好吗？曾经，我想要让他为我的女神增添光彩，可惜，他现在不在我身边了。既然如此，他成了姑娘们，谁愿意帮他试一试？我能试试吗？轮回里自由地飞。